If you knew that you can be easily identified, do you think you would be as inclined to commit that act of violence or commit that crime?其實蒙面的確是令到法律不能夠是完全盡快有效地彰顯，沒有這個的禁蒙面法，那麼所有人都去蒙住塊面跟住就縱火，你試想想如果是這樣的情況，香港不是一個法治的地方。禁蒙面法它背後目的，第一防止罪案發生，第二呢就是說令到一些犯法的人士呢犯完法就你可以這樣說走人，有一個僥倖心態，不要被人去捉到。